波动脸布王北部、中部、云家、花莲连线播出。明、简于燕、新闻<聞>半山。<laughs> 我是刚刚贵宾是杨如门，呃，他是呃，曾经在几年前创了二四八农学市集的创办人，而现在呢，他正在迪化街有开了一间豆浆店哦，然后也做很多的农学教育。嗯、我们热情欢迎杨如门，大家好，哎、欸，来谈一谈吧，你在迪化街的豆花店吧？是不是？对我们现在红豆汤店哦，是红豆汤。嗯、对我去吃过一两次哦，但没有遇到你。嗯，哦，现在。 呃，前段时间本来有国际观光客的时候，生意好的不得了。因为哈，迪华街、哈迪花街哈迪花街永康街、赤峰街，它其实都是靠观光客。<是>啊以前哈，其实我我常常讲说，我们工作人员哈，都会跟我讲说，你其实是我们公司里面最闲的一个人。<laughs> 啊、所以以前哈，<動>只要洗碗的时候啊，因为他就知道说你也没干嘛，嗯、不然你就跑去潜水而已啊。<嘿>所以我缺洗碗的时候，我就现在这时候去帮忙洗碗。我曾经去洗碗哦、喔，<嘿>一点到一点，下午一点到一点半<嘿>洗碗哈，洗到说。 你哦，没有去，没有，不要说没有喝水、上厕所、滑手机、呃、看东西的，都没有，是就你洗到头，抬到看到天上，天上都暗了，已经六点了，哦、天店、哦、要关门了。你看那个时候迪化街都是国际观光客的时候，生意多好，而且你还不是在人最多的，是我们在北街，对，他在北街人比较多，是在霞海城隍庙南,<街><對>南街那边，<對>那边房租也比较贵了，对， 所以你那个时候豆花跟红豆汤生意好到不行，真是。我我我常讲呢，我我之后哈，有一次我去常去洗碗的时候我就会有时候站在外面，就跟朋友在那邊聊，但讲说哈，其实哈这条街很多卖饮料的，大家都给他交管一下，好不好？因为我去洗碗洗的有点累，欸、你知道吗？<laughs> 啊！我们工作人员告诉我,、啊、我说：“阿弟哪来？”我讲我我只讲实话而已啊，欸、我想说。 对对，这整条街都给他消费一下，大家才能共荣嘛。不然我习惯真的有点累，你知道吗？好，那是那个时候，但是很出戏嘞。我最近去迪化街哦，但是你收工哎，三条街就是观光的，永康街、迪化街、赤峰街，还有两个园区是华山跟松松烟，哎，拢是做观光客的。那现在还是有人啊，本上台湾人也有消费性的消呃复仇性消费，也都有来到迪化街，是有郎啦，啊，刚有行李。 但我觉得他的生意，哈，就是我我常讲啦，就是你做观光客的地方，他会做在地客的机会，他就比较少。嗯、所有的观光工，哎、欸，最近的人潮他是有，但是他的消费能力没有办法像。 我们常讲嘛，台湾现在的消费情况，它其实慢慢的被改变，<對>所以你会买的东西，你会吃的东西，其实跟你所诉求跟追求的东西就会有点不太一样。对，所以我们常讲说，如果今天台湾的人如果去迪化街，他可能喝咖啡会比较简单，<對>因为这个东西变成说台湾正在饮食西化。<對>所以变成说你饮食西化的时候，你要喝咖啡吃。 吃蛋糕、做点心，它就会比较西化的东西，它会比较容易。<Yeah. S 2> 但是你台式的东西，我们原本就是家道会，我去电话接啊啊！所以我记得观光客才會去你那里对，所以我们刚刚讲说，我们卖的这个东西，其实基本上当时就是要针对观光客。光客所以我们最近也在跟街上几个朋友在讨论说，嗯、这个东西一个就是要转型，一个就是要考虑一下目前的一个消费族群，如果转移的话，那我们一个就是要跟着转移。 对、啊，如果不要跟着转移的时候，那到底我们要做什么？亏到底，尤其房租都很贵，哎，像大家在等年底的疫苗。嗯、假设美国年底出来，假设美国人先打，假设美国人都没有出事，那接着亚洲要进疫苗，亚洲要再打。等亚洲都打完之后，大家都觉得有抗体，也放松心情了。嗯、这时候，日本观光客跟韩国观光客重新回来，最快也到明年中了，嗯、就是我們大概还要六个月。是六个月嘛？嗯、明年春天到夏天，对、啊，對啊、所以再撑半年的话，对于整个这样。 观光业的商家，像你们这一种专做观光客的，是不是压力会很大、嗯？因为其实我们也在几个观光地点有有开店或设柜的时候，像我们在松烟旅游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讲到说哈、嗯哦，就是诶、呃，要要怎么转型？嗯，他现在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点的时候，为什么？你看现在我们在诶、呃、郊外办活动的时候，人非常多。对啊，我们上一次提到了你在呃金山办农学活动，对，是，然后叫小朋友们去割稻，对。 嗯、就我们现在办活动都很多人啊，像我们办坎沟的时候就去了八九十、啊，个吧？什么是砍,砍就是哈，哎、啊啊，不是坎沟哈，<laughs> 就是以前哈，就是同心协力捕鱼的方式，是用鸭母船去放那个网，嗯、欸，就是用滑的、欸、滑到海中间之后放那个网子,、欸啊、子，啊，两边有绳子啊，从两边的人开始慢慢拉，拉到岸上之后，欸、是人工挖爽，也是在本体耶，它这是一种。 齐心协力的捕鱼方式，所以我们以前觉得说办这个活动应该不会有什么人参加，现在去八九十个，看到我们自己都传了。大人还是小孩，大人小孩都有，全部来，大家一起看歌，对哦，玩哦，就大家有没有捞到鱼？有，我们那时候我们常讲吼，今麦会砍歌，卡卡早不敢换，他<嘿>在砍歌是被砍的嘴皮耶嘿今麦变。 起码 <noise> 就是看几关戏，大家人也是翕相，欸、大家开心就好嘛。是啊，打个卡，对啊，是我自己亲手捕上来的鱼，大家,大家就开心了。所以我也常讲，我那千万也不要补太多。<是>那我们每次跟那个那个许修一大哥在讲的时候，他。 就讲说为什么说如果补多了之后那个鱼要谁杀？因为消费者带回家、啊、要鱼要先杀过，還要,去魚林还要去鱼鳞去鳃去肚，那时候弄完之后你还,用還要还有一个箱子可以装，装了之后还要冰块之后去做保存。对，啊、那小东西看很久哎、欸，大家就是一种文化活动，<對>你在一种体验跟文化活动的时候，<對>那最好是。 哎，大家开心，但是东西少一点的时候，那这样子才不会制造大家的麻烦。而、啊、如果真的要捕鱼，是给渔民之后去捕<对>去买就好了、啊。对对啊、哦。所以这杨主任他不只是在道德方面有农学教育，嗯、还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式的捕鱼，也有这一种，<对>真的是非常好玩。所以你说到郊外的人都很多。对啊，但是逛现在郊外的，我我常讲，我们之前去找朋友的时候，在像富基嘛，富基那时候正。嗯 哎、欸，没那讲哈，疫情正严重的时候，里面的人正多。嗯、啊，因为台湾人的感觉是什么？家台湾人觉得五海风嘛，在几边来在这鬼坝，大家都干嘛五海风？<嘿>大家干嘛讲？哎，这是觉得 <laughs> 是個开放空间。<嘿>啊，但是你在室内的时候，就变成说，如果你在城市里面的时候，哦、我们现在也跟朋友在讲的说，你看呢、哦，就可能没坐几个人。我们曾经有一个月，我们觉得那个电费也很省按，按的你很好玩的时候是什么？你知吗？你都不用开冷气，因为冷气大家不敢吹。 为什么？因为怕在密闭空间，哎，欸、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觉得很好玩，说为什么你知道吗？大家好都不吹冷气，哎、欸，因为吹冷气他就不要，啊，啊他就宁愿没有冷气，啊、就在那边吃，<熱>啊，就热热的在那边吃，这<吃>是一个，啊，第二个是什么你知道吗？大家好就是里面我们有十个桌子嘛。 所以大家只要里面看有坐三桌人，大家都不进去，大家宁愿在外面的等里面人出来。哦、oh, oh, oh, oh,，台湾人做过注意耶！台湾人，我是讲说为什么台湾的防疫会成功，其实跟很多因素也会有一点点关系。我觉得他对自我的、嗯、的那种，呃、欸、没有共哈，就是政府告诉你的事情啊，你要去做的时候，欸、台湾人比较容易。 哎、欸，都会很乖乖的做，欸、<啦>会照着来做容易遵守这样子的。对啊，有的说我们贪生怕死，但是他们本来都是做服从顺民的，一路路被殖民政治短寒呢、欸。啊、<laughs> 哦，所以这处比杨玉文观察到的喜功整个经济形态改变了，變了因为他同步他也做观光呃的迪化街的动画生意，<對>那同时他是其他多数的心力都放在金山里面去努力促成呃人民跟农民之间的气作，然后接着。 带学生进到农学教育以来，<對>所以相对你看，呃，做户外的这些体验经济，嗯、越来会越越取代这样的一个都市里面的街坊的经济吗？因为我我们讲嘛，我们上个礼拜哈跟朋友办那个夏令营的时候，学生跟大人哈就大概来了快接近三十个，过一夜吗？哎、欸，我们现在没有，我们现在是五天的夏令营，但是没有过夜，因为目前还没有办法找到我们觉得比较好的、嗯。 就像民宿，因为如果早上你还要带小朋友，晚上你还要去带小朋友，啊，你得串了、啊，oh, <hey. S 2> 你要让他上面露营，你得串了、啊，所以变成说 <Hey. S 2> 最好是早上他来，嗯，啊，到傍晚五点多六点吃完饭的时候，就最好就让他接驳一个就回台北，一个就是什么你知道吗？如果是民宿的话，<Hey. S 2> 就是民宿的的老板就来把所有的小朋友跟人之后接走，啊，你才能休息啊，他到隔天早上的时候八点九点，他可能吃完早餐之后再把小朋友跟来参加的。 活动的人在接驳过来的时候，是。我们现在最近也正在找这一个名著之后可以去做活动。对。因为这个参加的人吼报名啊，我们就觉得你不管是报名今天来参加夏令营的，参加股东会的，嗯，或参加这种我们的农学体验的。夏令营是玩什么？股东会就是稻谷嘛。哎，对对对对。<laughs> 對然后农学的体验营就是你刚刚说田里的什么东西？那夏令营是学什么？哦，夏令营哈，我们每次跟大家讲，我们最近都跟朋友在讨论之后夏令营哈，你要玩那种很简单的，我们第一天来。 哦、就是早上介绍彩田在金山做什么，是啊，中午就煮饭，下午就玩水。哦、oh, <Hey, S 1>，是是，就等于是回到农村生活，让他去体会了。对啊，一个做干单的温拿工哦，你要办那个活动，就要很简单，隔天哦就挖笋子。嘿，<Hey, S 2> 啊，挖完笋子哈就捡木，捡那个木材之后生活用爪爪。嘿，煮中午我妈的午午餐，下午又玩水。Hey, 星期三就是早上玩水，啊，下午哈、哦、就去砍沟嘿，<laughs> 星期四就是早上哈、哦，哎，就是帮田里哈拔草啊、挖地瓜。中午煮完饭之后，下午又玩水。是啊，第五天哈、哦、就是去清水湿地，因为金山不是有一个那个清水湿地，就是桑鸟圣地。对，去那边采那个莲藕，<嘿>啊，剥莲子。 啊，下午就去清水溪湿地玩水这样子。是，然后告诉我说，啊，办这个会有人参加。我说，哎、欸，这个还蛮多人参加的、欸。<laughs> 哦，杨若文讲的一派轻松，但这个就是我们都市小孩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事情啊。嗯、对，哎、欸，我如果不是在南投故乡，阿公小时候就是阿公都是种稻的，<對>我们也没有这些的经验、啊。小时候我们还在田里钓青蛙，嗯、青蛙钓回家之后就可以加菜了。对，阿妈还会炸青蛙给我们吃。对，所以这种生活变成，当然是我们都市人更。 客呃梦寐以求的，但依赖款，因为你同时间做都市跟乡村的生活，嗯、所以未来的生意的窍门会是在乡村而不是都市了吗？因为我觉得它会很大一部分的转移。如果这个疫情的状况它没有办法很快速的去停止的时候，<是>大家都我们常讲嘛，因为我现在因为住市里嘛，我都过山<是>过阳明山的后山之后，去到金山嘛，<是>你就会发现假日的时候，整个阳明山好像夜市一样多人。<是>欸 对,對、欸 <laughs> 非欸，非常多。啊，进境了当进境不是安尼，当进境不叫贼难，因为可能很多人还是都会出国去玩<是>啊，或是会去哪里逛百货公司啊，干嘛的？但现在真的，你去看那种骑脚踏车的。 <noise> 那海边的，你看那种就是活动景点的，<嘿>去玩水的，这好像下饺子一样。现在他们不再讨论到我们的外岛离岛，很稀啊，夜市多是,、啊啊是,啊、是，就这样子啊。嘿，阿条杨门贡凯就哦，因为他所观察到的乡村跟都市里面的风貌正在快速转变中啊。当然，我们有很多朋友现在是青农返乡，但简单买爱节杨门的哎，他给这些青什么建议呢？因为在这一波疫情之后，会有更 更多人讨厌都市，回到乡村，他的看法是如何呢？耐心听更接近的风格是一个台，波动北部网北部中部云家花莲连线播出。 汪杰明、简于燕，新闻半片三 欢迎登来是听我是于燕。跟后门是杨如门啊、哦，当年的百米炸弹客，他现在是呃农学市创办人，也是农学教育的专家。但是我要请教他，就是我最近非常多的朋友啊，年轻人返乡务农。 哦，建模呀，哦，嘿，做手工哎，他腌梅子啊，什么、啊、很积极的到处去拓展哦。那每年梅子产季的时候，还来台北开课教大家做梅酒，嗯、哦，嘿，我厉害。那、啊、当然也有的就是去种笋的，然后去金竹山里面的，嗯、可是铩羽而归的也不少哎。嗯、你怎么给现在这种青农一窝蜂大家下乡返乡的这种一个建议呢？ 哎、欸，我我们常讲吼、哦，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或想法。什么叫正确？你知道吗？就是你到底能不能拿出头？你要先想过。嗯、如果你先不要先花钱，政府鼓励说你要什么先借钱弄东西上，那都不要。好<哈>。你先了解到你自己适不是适合种田，买了一块地了。我、oh, 知道，嘿嘿。所以你要先知道嘛，到时候最好先去实习。 如果你是要先把自己分两种，有没有立即金钱收入的要求？嗯，如果你有立即金钱性的要收入的要求的时候，就是你要先上班，假日再来从事农夫的工作。哦，再去从事、哦、哎，从事农夫工作之后再去选择说，你到底是适合种水稻啊，种水果啊，种根茎类啊，养鸡啊，种香菇啊，<嘿>还是做要用香草的时候，变成说你要先经过选择。 因为你不能先做了，你先投资了，结果你种了香菇，可能借了五百，借了一千万之后，都是安内啊，你整。 香果我冇兴趣啊！我啊，你这边安怎？你再高聊拢气落去，你机拢开落去，设备拢冇。可不可以转卖转种香草？那几乎是不可能。那个东西设备是一种一种的。所以我之前常讲说，你要先想清楚。啊，我常讲说，也不要因为男的因为失意，女的因为失恋而去投入。啊，你怎么知道？多数都是失业啊，失业，所以就去买了一块地，说我转行做农夫，安尼也塞呗。我我讲供电时，你要做什么进境，都先想清楚，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要从农？ 或是只是你想要找个地方躲一躲。如果你真的只想要找个地方躲一躲的时候，<laughs> 欸、那就很简单嘛，你就去乡下租个哎五千块六千块的房子，弄台摩托车，<嘿>对不对？无聊的时候就摩托车骑两圈，在在地这边骑两圈，还<嘿>、啊、没有干嘛的时候就跑回家继续躲着，<嘿><嘿>那你还不用花那么多钱呢、欸。是。那如果你回家温室也盖了，田也租了，东西也弄了，或者在这里买的，可能是借了三、嗯、五百万，或者是五百一千万之后。<對>之後 就发现到说，我还是没有兴趣，我想要回家，还是去上班。哎<嘿>，结果你的负债负五百、一千万，你是怎么还呢、啊？这种常看到吗，这常看到啊。最近的这种青龙返乡潮,潮也有这种。这已经非常多的，不是最后，这已经很久了。<嘿>啊、常讲说啊，到之后就总归一句话，就是让爸爸妈妈还啊，可怜。我就讲<嘿>这，你绝对唔汤啊，你得先想啊好。 你到底要干啥？啊，你那是建跟农业你有兴趣，啊，你去跟农业农场做实习。<解>啊，你哪有欠钱的，就去打工，就是你去农场打工还钱。啊，你哪无欠钱去农场做做活路个马喝，但是你就为了要学技术嘛，<對>所以就变成说，你到底是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要先想好，之后再去做，<對>而且你可以选择很多东西。有一天你发现到说，哎、欸，你好像对。 将来还有兴趣，你但是对将来有兴趣，只要是你是今年有兴趣，明年有兴趣，还是几世人拢有兴趣，这蛮新鲜呵。哦，是是讲现在果树种下去之后就可以不管它。哦，那果树的代志较有济啊，做修剪修剪够欢喜的。我有朋友他是开果园，哦，他就是真的去给人家接了一个果园啊，他自己做很高兴，只是他的太太就有天跟我抱怨说，真的不知道果园都是虫。 每天都在尖叫，那对他真的是很很大的折磨哦，这都是始料未及，鬼园怎么会没有虫呢？所以你是鼓励这些青农返乡嘛？年轻人想要转行务农，或者有的人觉得，哎。 我看那个羊如门现在发展的很好啊，哦，在金山也是弄了下下轿可能也是你的示范带动他们这样。嗯、那你是建议他们以后就是假日时间先去当农夫试试看，是不是？先要了解你自己适不适合种田。我怎么知道我是、啊、就是很简单嘛？啊、就是你先去实习嘛，你一边还有工作的时候，你就去找农场实习。现在这种实习的机会很多，从网络上面去找，从政府单位去找的时候，他就有很多，你就先去实习嘛，嗯、看人家种水稻，你到底喜不喜欢？ 或是看人家种所谓第一瓜，你喜不喜欢？嗯，那你去晒，我常讲嘛，有的人他太阳晒，不用说晒两天，晒一天他就觉得我还是回去上班好了。对，那至少说你都还没有花到钱嘛，我总不能说地先买了，温室盖了，<對>结果进去里面种菜的时候，发现温室里面五十几度，<對>跟下雨就是流汗比下雨还要多。温室这么热哦，没想到。很热，所以我我有常跟很多人讲过說，说这个东西你都要先实习过、嗯、啊，再来嘞，就说你如果有家人的。 你不管是有老婆有小孩，或老公有小孩，或是之后你有男朋友女朋友，你要先想一下，你要把你自己种植的空间也要弄得舒服一点。嗯，我常讲为什么，你知道吗？老一辈人哈，他都一弄有标啊，标而讨钱在后滚，爹妈讨啊，还是青蛙卡啦，还是亏比。因为我觉得在后滚个聚会的地方，是现在的青龙都没有，现在青龙都不在，他改变得做高杯，嘿，所以的刚刚公你就自己弄个帐篷，或是拉个雨布，底下铺个板子。 上面放个桌子椅子，可以泡茶，可以聊天，可以休息，中午可以睡午觉的地方。嗯、或是人家今天来帮忙你做助农的时候，是或是来做实习的时候，他有一个可以休息、聊天跟、嗯。 较清气嘅所在，反正你带囡仔去，所以你买好一个所在，好囡仔底下耍哦，你想得好周到，所以我们的青农很多这些都很多都没有啊。很多人就只有说，我我想要种你啊。我讲啊，里面许群先，大家要去找龙业嘅时，龙业农讲啊，伯来去西门蔗，我讲我收分蔗，我大伯地在蔗，我无需要走来咁苗地找你啊。对啊，爱者老讲啊，我真嘛无他做，我只我不有先叫农业开讲啊，讲点外讲全部拢企喺你头壳里讲。哦，所以我讲我真系都无他做，系咪讲？ 我家多好拢无摊，我那这拢等于卖晒你着秋啊，不你着有两张的雨布，便宜的一张一两百块，<對>拉一张啊地上去捡几个站板，<對>把它放一放，上面放两张的种椅子桌子啊，<對>无聊坐在那边还可以乘凉，你自己累还可以休息，<對>那是不是你对种田的观念？ 跟你那个生活才能达成，你就希望享受那个生活，<對>而不是只有纯粹一直种这个东西来换钱。對,對,对啊，地租都要盖，其实他们是想转换生活。对啊，然后重新练习去呃回到乡村的跟大自然相处。对，所以以这样的大环境来说，因为最近我某朋友一起种那个香草的哦，就谈呢。啊 但一滴疏荷啦，就是国外的那种法式料理的什么，<对>呃，各种稀稀奇古怪的草，它都能种的活。<对>那这种这种是不是未来趋势？或者果农是未来趋势，或什么样的趋势？你要给我们这些想要回到故乡的这些青农什么建议呢？ 我感觉讲吼，你若家里种了后，现在问价的蛮欢的。我在常常跟大家讲，就跟一样拍卖市场一样嘛。嗯，<laughs> 你知道现在的小番茄、玉女小番茄拍卖的价钱？嗯，<laughs> 如果顶个、中个、下个、顶个尾数平均都两百几块一公斤，两百几块，你若种了好，你的收入真的是、啊？哦，还做假哎，那个番茄能不能弄到？好像来这、啊、的问哦，导游个爹。<laughs> 对哦。嘿啊，但是其他的就是皮很厚。 可是這所以你就是嘿，你的态度，该你咧种啥物物件，你就是你做啥，啊，就是啥物代志做好好，嘿，物件都无困难，你总袂使做一多万一多，你今日就啊，我刚上班头家做错嘢，归工当碎碎念，啊，等于种菜时就嫌你头做多。是。 你要知道开这个人定力讲嘛，人诶、嗯欸，人刚才在讲什么？套炸诶，转、欸、落水东岛，转日头，暗时悄悄贵，不是安尼吗？我觉得就是你要做什么啊，把什么样子的事情给做好，嗯、那就最重要。就跟做农业一样，是不是说你一定要种香菇，一定不是养鸡，一定做什么，就你把你自己的本业做好，<是>它这个东西发展起来就会很好。 是哦，今日做刚下，杨如门大哥来讲这无，但伊讲做后还会押韵哦。但是一讲也就是几款新话太度啊、哦，啊、嗯，几分钟问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哦，请问杨如门，稻米之于你是什么意义呢？那是一种，我我我等一下讲吼，那是一种生活的情感。 就跟我们最近想要养一头水牛的时候，oh. 它跟水稻田的关系的时候，<是>我们常讲嘛，我们台湾很多的文化，如果没有水牛，我们是看不懂；没有农村文化，或是没有水稻文化的时候，黄土水先生的雕塑你也看不懂他<是>他，他在他在刻什么，嗯、或是钟理和先生写的书、嗯、你也看不懂他在写什么的时候，嗯、我觉得水稻文化跟台湾是一种。 从一开始的土地的情感，到现在其实是我们一种生命的一种链接的方式的时候，那如果我们都没有办法理解我们自己文化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理解别人？是哇，真的非常精彩啊、哦！你认同杨如们吗？你也想要回返乡做农吗？呃，他有给你很多的建议哦。今天刚巧杨如们来到节目现场，感谢你，谢谢。哎呀，今京话有滚节，俊杰哥哥，四个灯哎。